我们刚从我们来八点多到这边，大概也等了大概十分钟。他现在其实有新的手机约会，可以使用他妈妈咪先注册的会员。刚刚一百多页上去，他有一个网址是 www.tw.mamamuzi.com。可以先按进去注册会员，然后他就是你只要进入，他会进入到你的 email 信箱，然后你可以，他会把这些人都打好，你就寄一个。大家看一下，这40块，超值，刚已经点了100。他就会直接把这个信件，就等于寄一封空白的 mail 给他，之后他会有，他就会给你一个回复。这是高乌玛的那个，就是他就是寄给说，我很谢谢我们登录成林时月，点选进去之后就开始注册了，那你就开始可以打入你的人资一些基本资料，乌玛先把它打上去，再看看会怎么样。即将抵达，请记得取用您所点的餐点。来了。这是玉子，啊哈，也是红豆哎。那是汤圆。汤圆呢？你先吃我。女的名字，然后密码记得要有一位数的。大小写的英文再加数字哦，然后是计算你的基本资料。那这个邮递需要部分呢、啊，你一定要填五位数的，像五码的不能只填三码。然后就按我同意规约并前往下一页，就告诉你你已经注册确认哦。他再叫你核对一下，确认之后就送信，你的注册就已经完成了。然后就从回到我的页面。你就可以进行网络预约，那你可以看，我们可以寻找店。它现在其实目前就是两间，一间就是松山区，我们今天来的这间南京，然后还有一间是中山区，在民权，民权的话就是在中山北路二段这一间。那我们今天来的是，今天来的是南京店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点进去之后可以做网络预约。然后下面也，它这边有一个按钮是指定时间预约，我们会点进去。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要第一个上面的页，你可以写说你你要几个用餐，想要预约的时间是几点，然后到 web 预约的确认画面。那我们来预约看看好了，我们两个人，然后。它可以有两种选择，一个是说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叫座位的，然后有一种是吧台的，好、哦，那就上面有可以要预约的日期。那我们二月九号礼拜五号时间呢，就是1:30好了，就它就有一个是 web 预约确认画面，点进去。你就告诉你哦，你几点你要订什么，就确认预约。预约之后，他会再寄发一个 email 到你的信箱，等他寄 email 来吧。讲了，好。对啊，他这个已经预约成功，就等于他寄一封确认信给你。然后再等等。